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回家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狐仙娘娘。然后这一期呢，由我给大家测一下九月份你们的桃花运势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因为我脱单了嘛，然后又这个是欠给你们的视频。然后呢，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吧。然后你们可以悄悄的打弹幕领取好运哟。这一期仍然是有奶茶基金补给的啊。然后好吧，话不多说，那我们来开始选择吧。每一次的抽牌呢，我都会重新洗一次牌，然后来抽出牌。所以说现在你要保持5秒钟的冥想时间，心中默念我的九月份的桃花运势到底是如何的。好啦，5秒的时间到了，那现在请做出你的选择吧。